的文字单字的话只剩下100多个字而已。100多个字。对，因为以前流落的部分有没有，有的都没有保存起来，然后一些祈祷有没有都已经过世了。怎么了吗？我要换。不要的马路，是个烂古人。我那啥意思？我那啥意思？花束花纹，我那啥意思？一束花啦，一束花啦，一束花和美染了干湿木。一束路观之后，那道路暗淡。不计数那奴婢，一束花啦，一束花啦，一束碧柳枯枝不染暗淡。一大碗阿米嘎阿皮和菠萝。来到了苏格兰，哦，心来了，乒乒乓乓，
怎么样考？这样考试啊？哦，为什么会有这种考试？我第一次看到。因为我们现在是比较专注于那种身体上的探讨。哦，身体。这个什么时候变成考试用这个手势？因为看到这个的时候就是一个专业的手势，像嘴巴也是有专业的术。用手去抠鼻，那个抠鼻怎么讲？UQ1 不给。UQ1 再一次，再一次慢一点。UQ1 不给。UQ1 不给。UQ1 不给。哦，非常。抠鼻。啊，嘴巴的怎么？嘴巴的怎么？嘴巴是这样。哈哈哈哈哈。他有一次有时候这样，不要乱讲啊！再多一点，看有没有更灵活的动作。更灵活的吗？这样。对。哎呀。前期舔 B 哈，舔那个 Boogie， 那个舔 Boogie 怎么讲 ？Me nuts nuts to Boogie。啊 ？Me nuts nuts to Boogie。Me nuts nuts to Boogie。哎。哦。好了啦，这不做了啦。再做一次那个刚刚那个考试嘞，再放在脸部上面，比脸部的考试这样。你怎么那么强？傻笑啦！我有 A 级这样执照的样子，你应该是国宝级的。有没有看那个中国有嘻哈？有。有没有谁会模仿一段？我。来。Freestyle 一下。跑车嘞，想要一辆法拉利。再来多一点。想要钱，软妹妹，全身的都给靠五个起币。我问你，你想不想学泰雅语？为什么不想？没。好，那你呢？你想不想学泰雅语 ？I 不想。你不想啊？为什么 ？I don't like。我选在五大师，我选在五大师。比比里面一辆法拉利，想要钱人民币，一切都得靠五大师。比比的。谁会唱歌？我唱歌。五大师比比我啊，干你娘鸡巴！操你妈的吹喇叭！五大师比比。啊？自我介绍。简世凯，我来自尖石乡。我喜欢开冰箱，喜欢开冰箱，喜欢打手枪，我喜欢打手枪。我操你妈鸡巴！所以赶快来帮我吹喇叭。比武大师伯格，比武大伯格。伯格是什么？伯格是你的懒觉，比比是女生的比比，懂吗？哦。管呢？还要说吗？这个最有名的。耶。
给女朋友看一下哦。你是没有被我的懒觉打过吗？怎么讲？我这个我不太干净、啊。你是为什么？美沙苏乌达斯姆，这样吗？美沙苏，不是，你看，我先问一下，美沙苏什么乌达斯姆这样啊？神秘宝，对，找一个字了。美沙苏。神秘巴，神秘巴乌达斯姆，这样才可以。美沙苏，神秘巴乌达斯姆，你是欠我的懒觉打。对哦。那个装傻的如果话怎么讲？装傻啊，装傻，假装不知道这样，你就卖 gay 啊？那个装怎么讲？Menangi ni kerja. Menangi 是 menangi 假装哦，假装不知道 ini kerja. Ini kerja. Menangi ini kerja. Kerja. Menangi 是假装的意思。Menangi ni kerja. Menangi ini kerja. Kerja 的哦。Menangi bibi 叫 gebai 吗？啊？Menangi bibi 叫 gebai 吗？啊？Menangi bibi 叫 gebai 吗？啊？那么现在讲说 gebai 就是又假又鸡掰，叫 menangi bibi 就 gebai 呢？可以这样翻吗？不行不行。不是国语看什么看？台语叫跨山小、啊，对，那个要怎么讲？打雁的小酒馆嘛，米大几包沙雁？他有没有？
看米大就是看，米大就是看，九罐就是山嘛，几包就是小。对，不好意思怎么讲？傻又会黑，对，傻又。那个给仙，台语给仙就是很做作，怎么讲？做作，很做作，很假的。杂告假，妈妈应该都知道了。杂告太嚣张了，还不行吗？就跳蛋照字面翻怎么讲？跳蛋哦，比赛法技能够。跳怎么讲？跳跳那个比赛呀，对比赛那没错。比赛法技啊，蛋啊。成年人可以问，我就是哎，你刚刚讲那个男生自卫打手枪怎么讲？哦，对啊，比一个爸爸就是。对啊，月经要怎么讲？月经哦，拉木，我到拉木啊。那广告是那个好自在卫生棉，卫生棉怎么讲？好自在哦，不是卫生棉，卫生棉。拉手慢，好用。那个小朋友的尿布要怎么讲？也是我洗面啊。舌吻怎么讲？垃圾。垃圾哦，技术。那是日本话。欧贝弯啦。啊，我们玩的是什么？要走了吧？要去了，要去了，要去了，要去了。那我爱你呢？哦，那我爱你最会的。守夜米数。对。啊，我爱你怎么样？守夜米数。神经病，那个要怎么形容？雷棍怒。雷棍。嗯。雅加德怒。雅加德怒是头脑不好，雷棍是不好。雷棍又不一样哦。雷棍啦。那你怎么那么笨？怎么讲？木架，木架。马。鸡飞狗跳。鸡飞狗跳，鸡怎么讲？鸡嘛，飞，飞是哪嘎？对啊，狗，吼音啊，跳，跳是那个哪路啊？那个抖爆啊？对，抖爆，抖爆。不是骂那个贱货，假如就贱货要怎么去形容？哪路啊？那个什么手干，手干是臭味道。不是那个不是，马上到闪亮是吧？最不好听。闪亮是不好听。闪亮是什么意思？闪亮就是那个最不好的。很快的意思。好，来讲了，拍我，呀，该比比啊！这个手干手干。香肠怎么讲？嗯，香肠。香肠啊。没有，人家香怎么讲？香，很香怎么讲？手干的。那个猪大肠怎么讲？不 ，wish， 不 ，wish， 你们那个很痛怎么讲？阿盖哇！那如果像那个成人影片里面哈，他日本那个一堆一堆，那太话怎么讲？阿盖，这他我讲，如果说那个像那个有泡面叫真爽嘛，很爽，那个很爽的泰话怎么讲？辣，不是，拉长一点，辣，不是很痛，是很你要加这种话就加辣，不是，你们不辣是很好的意思，这样子，不是吗？是这样叫吗？呜。家屋那就不是外国人了，不要了，正我叔叔看到我会闪，